的愿望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嘞？我要快早长大气。怎么嘞？你这样跟教要找个饭啊？没有啦，我要快高长大变你变诶吧。哦就妈妈来了。你今天拔了多少根白头发啊？九条，四块半。我欠你先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。等等啊，等我妈好先啊。哇，婆婆你欠我很多钱了啊。好了好了，下次才给你啦。哦，讲了啊。哦，婆婆、啊、我今天在学校卖拉布盒到五块钱牛给不给？哇，你这样有钱，我来帮你拿你们看啦。哎呀，不要紧啦，婆婆请你吃啦。我领一个。我的天。知道吗？我婆婆请我吃啊。姐，哎，你嘅孙今日冇帮你掹白头发啦？哦，佢做紧功课。你嘅孙啊，成日咁帮你掹，你唔痛嘅咩？哦，唔紧要啦，睇佢玩得咁开心，我都好开心嘅。我都唔知仲可以陪得佢几多年。Actually 会有白头发的，你老了就有白头发的咯。那如果你的头发全都是白色会怎么样？那婆婆就不可以陪你走路回家咯。嗯，怎么？哎呦，不要哭妈妈，哦，不要哭啊。婆婆来，婆婆给你红包。婆婆祝你呢快高长大，看婆婆写在这里了，这样你就很快可以变成弥勒勒咯。那这个红包可以种的哦，你要好好照顾哦，用心的种，上面写的祝福很快就会实现的。哇，就是白雪的 Thank you 婆婆，我现在马上去种。婆婆欠我的钱呢？哎，算了啦。